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参加的是一个 MINI 全新车型的一个赏车会。大家看到 Paceman 的车头呢，和 Countryman 其实非常类似的，在车头的部分呢，甚至包括车身的长宽高，也大致跟 Countryman 会相同。主要有一个差异就在车身的高度，尤其在 B 柱之后，车窗的设计呢，包括车体板件的设计，还有车顶上方造型的水平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在内装的部分有一个很大的差异，就是 Countryman 原本是标准的五人座，可是 Paceman 的部分呢，它是标准的四人座，而且它不能选配五人座，所以在 B 柱之后，后座的乘坐空间在两个座位中间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滑轨，这个滑轨你可以放一些像置杯架，另外还可以做选配一些置物空间。那好处是后面这两位乘坐者，他的座椅乘坐的包覆性一定会比较好，可是坏处就是如果你要坐第五个人就尴尬了，第五个人是坐不进去。那这台车预计上市的时间会在四月的中旬，目前原厂还没有公布正式的车价，但是以我们的经验，加上德国当地的售价呢，其实跟 Countryman 是非常接近的，所以这两台车的价钱应该会差不多。加上它的引擎一样，分别为 Cooper S 和 Cooper 两个版本，就是自然进气和涡轮增压两个版本，包括变速箱，甚至包括底盘，整个结构也都是完全一样的，差异只在车身的高度。那在四月中旬上市之后，我们另外会安排新的试驾，到时候会有更完整的试驾报道。